感觉不好打他。他们在计划什么？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直接抓一波中好了，我们这边太阳队还好吧，这威柳斯也有很多这个魔法伤害的。他在多兰顿呢，不闪拉吗？闪一下他就死了。我站的好伤啊。闪一下。我一到小兵去了，这才是正常人，看到没有？都懂事啊。
跳上来十个。不要相信任何恐怖液体。这个人贼猥琐，不出来了，没机会了，我抓下去了，他直接挂在塔下了。抓不了了，这样。黏糊糊的，所以你弄不掉的。啊，这武器在下路吃了好多兵。这人不打，哇，好怂。这人怎么可以这么稳呢？
本来还想偷一手他们中单。太难了。让我开张起飞一波，怎么这么难呢？不能被发现。年迈的像一枚无害的。发现这些人就得跑了。这就起飞了。等你这么久终于出来了。这卡丁终于憋不住了。直接买个夜人挺好用的。加点攻击力血量。有伤害。这我是要做龙渣的。嘿，我刚才踩到什么了？纯肉卡迪。忍者鞋冰心。
治疗给晚了。本来找个零点五秒给我也不会死。这 TP 踢下路去好了。现在有了，感觉这把得出个飓风加黑切，给队友叠一下，然后撑一下血量，直接 A 三下黑切就打满了。共享黑切啊，我感觉老鼠这个夜刃巨好用，不容易被秒，又有伤害。把他闪交出来了，这滑板鞋他都 A 不过我。挡一下，挡一下，
还行，是我的。像我们这边物理伤害多，出装就要偏功能型一点。等那无极好龙就没了。他妈怎么按 A 键没用呢？怎么打的是眼呢？看来就应该杀，可以杀的。我点点他们上单，差点点死了。别怕，我伤害好高的。他们的上单没护甲，我点的好快，帮我补点伤害就行。别拆我红了，差点钱。哎呀，我好烦。这人纯堆血量，我点他太痛了。绝对是不打，没惩戒这波。马特打没有用，打他妈 AD 才有用。AD 去吃兵又被切了，我吐了。我还差点钱。买个小锤子，晚上好。哇，夜泽耶伦太好用了，救了我好多次了。
主要的防打我开不了，你看这个洛伊 E 就拉不到我了，有伤害有，真好用对吧？那大龙呢？12313。最后一件再补无忌，对吧？生存能力不是很强，所以要出一些功能型的装备。然后无忌出完的话，再把血刃换破败。你们最近这个"破财"这个词是从哪来的？先来个。灵巧披风加个暴击好了，有穿甲，有血量，有 CD， 有攻速，有暴击，啥都有。射死！哎呀，他怎么被爆摔，我还能 A 他？我之前一直以为这个万豪。开大的时候不能打对面的，好像可以打。下一把，不要问段位，这峡谷信号就是这样。等打个几天就正常了。